老师有记得那个材料包里面就有卡片啊，我们要写感恩家人的卡片，你没有收到吗？我有收到啊，啊，我还没写啦，因为我不会写。哦，好，我教你，很简单。那我问你哦，你爸爸妈妈每天有没有很辛苦去上班？有啊，我爸爸很早都出门了耶。嗯，那有没有每天帮你洗衣服？洗衣服，妈妈每天都帮我洗衣服。嗯，还有没有每天煮饭给你吃啊？有，妈妈每天煮好吃的饭给我吃哎。还有，谁带你来上学？谁带我来上学？有时候是阿公，有时候是阿嬷。对呀，你看这些都可以写在我们的卡片里面，谢谢我们家人。高中同学，你太厉害了啦！我不会写这么多字哎。哦，那我问你哦，你家里有没有哥哥姐姐啊？有啊，我有一个姐姐。哦，那很棒啊，那我们就可以请姐姐先帮你打草稿，把你心里面想要感谢家人的话请姐姐帮你打草稿写下来。哦。然后再把这张草稿写在你的卡片上面。就完成了。那我知道了，可是他们两个是分开的耶，那怎么办？好，那这张卡片呢，这边是正面，然后这边是里面，那里面的上面呢，有老师有帮我们贴一个双面胶，把双面胶撕开，然后呢把这张卡片对齐了以后，把它粘上去，用小石头压压压压，将将将将，你看我们的卡片完成了。哇，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耶！太好了，这样子啊，在毕业典礼上就有漂亮的卡片咯。嗯，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写了吗？加油！拜拜。我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。谢谢你每天照顾我，每天赚钱养我，帮我洗衣服，煮饭给我吃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